天下共主，开榜封神。封神三部曲是中国人自己的英雄神话史诗，不但拥有复杂的戏剧情节，还有高难度的战争场面。整个世界究竟是什么？中国的神话世界，其实也希望可以从那个古代的神话去套到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的传统里面，诉说一个非常庞大的历史故事。其实在整个电影里面，每个东西都有联系的，包括屏风上面的花纹、家具上的纹饰、灯光里面的一些装饰、服装上的纹路，全都是在一个流动世界里面，就是我们要构造的属于封神特定的精神世界。光线最好的位置。大喊大喊，保存能量用完。光出来点了。Because I'm intrigued by the story. Beautiful. It's incredible. 非常的美。Great. Wow. Well. 。Immensely, we have so many things to do, so much action in this movie, so much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do themselves, and yeah,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青铜器图案组在一起。往前走，走，走。The first one that really feels like he's doing enough work to fight past gravity, so that he can get off the ground.翅膀形成了一个空间，全天的空间里面汇聚，然后指向一个。The timing is ground very close. Just to get an idea on how the wings work. Like this. Yeah. The forward very clean, just the face very close. 它一共需要三个人同时控制的。We cannot, we want to get like way behind him, so all we see is hair. 拍头的时候，身体穿蓝的，就是拍身体的时候，头套一蓝头发。
他想往外前走，你手有点往回拉他，嗯，有点。我们的演员不但需要扎实的演技，还需要拥有古代战士拥有的全部技能。我们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海选，我从全球15000份演员资料中选择了他们，然后经过半年的24周的课程，最后我们选择了16个人，其中6个人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甚至世界电影史上都没有过如此全面的演员训练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冒险。我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巨大的变化。娜娜的表情，内心放进去，然后狐狸变成肢体，变成妲己。能量全就起来，英雄，我死也不会放过你。亚班这位置可以啊？可以。再来一个啊！有。下面马有些紧张的反应，那是我需要的。